爱看戏，生活有趣味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看戏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燕萍。又到了每日这时间，准时甲电视机前的戏迷朋友，斗阵来分享精彩的好戏。最近正伫个热播的是《破灵救母》这部歌戏。昨昏啊，咱已经看到剧情发展到第高潮的部分了。老妃真正要送去为太后陪葬，所以啊，太子甲公主拢非常的着急。这时阵，就有一个人讲可以想出办法来解决问题。这个人就是李相国。伊讲根据皇室陪葬的规矩，是将老妃关伫个墓室内底，然后咧长水长流要将伊娃娃咬死。如果两个太子可以及时破开墓门，就可以救出母亲。两个小兄弟有也是非常的有胆量，真正破开墓门来救出老妃。但是这会为因带来杀身之祸吗？精彩好戏，咱赶紧来看落去。司马亮、司马芳上殿，娘子。传旨，万岁有旨，两位太子上殿，娘子。为救母后，去化人，凡事随我呀。业主，令金家撕破太后令梦，乖乖将息交来，你那不然，国法难容。哼，皇帝我唔管什么国法，那是啥人叫父王将我母后换我陪葬，我要向伊讨回我的母后。母后，是呀，死一个糟太后，已经真惨啊！父王，你又偏听偏信，把娇艳母后换我陪葬。数的天王不只有你上，王你以心何忍，良心何在呀？在人心啊，站前那里。
红姨呀，受恁小小年纪，绝对免做出粗事，免将中受何人之事，乖乖对国王讲来，王将勤处理就是。这是我家己想的，不是，连小小年纪，却无如此胆量，定是受人之事，这也难怪。不过，你们将些讲来，以免你父王伊受气呀。这是你叫我哩做的，此话怎讲？你就听来。人家抛好金鞭，不遂主国主，为心下尽忠，为主将尽孝，如此不忠不孝的业主，老应何用？你讲什么？老应何用啊？大应，我打败你了。为是寡人无情，是因两兄弟私破太后令梦，劫走老师，又在金殿殴打我的母妃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万岁，不敌几位殿下，多少年纪啊？司马亮十七岁，那司马宏呢？司马宏十五岁，这就错了啊！咦？错在哪里？刁大人，蓝调如花，
不满的啤酒会是不能斩刑的。啊，是。李官只有该斩，要论什么会所？难道你心想你想包庇这一切？我回这破的人之事是你之事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我家的事哎。传龙，凶手今天不打自招，就该一气动罪，罪斩刑。是啊，万岁应该向这老头斩了。我不能斩，不能斩，不能斩，不能斩。万岁，来斩！传龙应该将你斩掉。不能斩嘛！哎呀！天色家面对红衣呀，我们再有我死人可以无望看见我做父母罪，别走就走我兄弟吧。万岁，老善良老无用，叫万岁开下一位殿下，老善我愿替殿下解释。将因杀人送吧，是不是？我老为何不斩吗？爱妃呀，只因奸相不清，要死折救。我老破令之书，分明是教杨相太子在宫独立不清啊！哎嘿，可惜因年龄不满十八岁，按律不该斩刑。哎，不是。不是这无后之术之言，李先生已经是言，应该将这老头斩了。好啦好啦，天真无数，先将因三人关押天罗。红雕塑几笔，上给回京。
为得今
在中央，天地作出破冰的欢，天堂归故龙多心平，大话来送太后蒙命，一连接一回红旗来开庆，花魁临死Yeah.
心呀。这边你就要回魂球，在王这边就是天罗。我知影，国主，求求国师爹。小心。是。是何人来出何事？我是奉张娘娘之命前来教罗威太子剑气野心。可张娘娘令旗？令旗实属，请你举头官来。好，太，我开锁，我开锁啊。有请两位小殿下。张娘娘讲要调令野心，哼，别太变态，别装变态，调什么野心嘛？这，老魏，莫非就是小殿下吗？我是小殿下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恁讲恁讲，我来去外口给恁看风啊，来无？倒了一个叫做苏马红。我就是叫苏马红，你到底什么人啊？什么？你就是苏马红？嗯。星儿啊，你可认得我？我乃是你姑父老二啊。哈？你是我阿姑老二啊？我唔对。阿姑。不了不了，星儿，这位是？伊就是我的红亲，伊国娇艳的大太子。啊？原来就是小千岁，奇怪，小千岁。唔免啦，请问姑，今夜来到天罗，为了何事？哈，罗威，小李呀。哈，罗威，小李呀。
迄句唔救伊，只是咱若误了时间，恐怕咱三人就躲不出这天路了。哪个救不出？我哪唔走啊？这，哎呀！犯人当世事，一个无情无义的男子，若要救出李国强，恐怕要拖过时间。赶紧来啊！赶紧来！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干什么？有灵机在处，你就不必惊慌。我知啊，这代志我拢知啊。你是好人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可是我若是走，你罗相国是要安怎办呢？你罗相国，我来照顾。您赶紧走，赶紧走！甲官人有后再告。好，罗威是你，快快！随你姑去啊！
的观众朋友，时间过得真紧，今仔日的精彩好戏啊，咱就先看到这。明仔这精彩的剧情啊，搁在继续，会记得继续来锁定咱的看戏节目，影片会来为你分晓刷落去的剧情。如果你想要知影阮节目更加精彩的内容，或者是来个影片讨论你看戏的感想，赶紧来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，来甲阮讲你的看法。好，精彩好戏，大家拢有，咱明仔上看这时间，再会。